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综艺互动节目《我要上春晚》。首先还是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几位评审，他们是著名歌手李玉刚。跟大家打个招呼嘛。大家好，我是李玉刚，我是第二次来到。你得给大家这个留一点尖叫的时间。那我唱一句歌好不好？让大家尖叫。太好了。爱恨就在一瞬间。不行，我也得来一句。大家好，我是董卿。欢迎玉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刚才说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里啊？对。上一次是去年了吧？上一次是去年，然后呢，我是跟一个也是在舞台上表演很出色的人作为推荐嘉宾来的。这是第二次，没有想到一等就是365天。但是上一次你看，去年来了之后就上了那年春晚了。对对对。咱们这个舞台还是很吉利的。对呀。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舞台，平时也特别爱看这个节目。谢谢。我知道玉刚最近有一部新剧和大家见面了，叫歌舞诗剧四美图。对，叫做四美图。应该就是说的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吧。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羞花闭月，沉鱼落雁。对，四大美女当中你最喜欢的是谁呀？因为呢都是我在舞台上扮演的四位美女的形象，如果说现在问我喜欢谁，她就像我四个恋人一样，我每个都喜欢。哎呦。你是演同时饰演了这四位美女吗？对，我在舞台上同时在一个空间内用了90分钟的时间，同时扮演了四位美女。哎呦，这个很了不起哦！因为我就在想，你怎么样来区分这四位美女呢？比如说西施，什么样的神态是西施？她会很小，她会撒娇。西施会撒娇，就那个样子感觉。太萌了，这个西施怎么这样？左右摇摆的。对，因为他去换纱，然后呢，他纱被人给抢跑了，中间一段，然后他去够那个纱，别人不给他，他就撒娇。西施记住了啊。这个，那王昭君呢？王昭君她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壮美，因为昭君出塞，所以呢，我当时候我感觉我在舞台上的眼神一定跟西施的灵动不一样，她是坚定的，看着一个方向一直都不会动，所以当时的衣服也很漂亮。找人物的那个精气神儿呢？对，那貂蝉呢？他一定是计上心来，突然看到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最后，因为他要有自己的历史使命，他心中还是有大理想、有家国情怀的。杨玉环呢？那就是比较体态丰腴的那种。对，因为他生活在大唐，而且他早期无忧无虑，然后特别得宠，然后喜欢喝酒，喜欢吃荔枝，所以我就在舞台上尽情的挥洒，怎么喝怎么醉怎么来都可以。这个你比较擅长，因为你贵妃醉酒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这个人物了。对了。是的。你看今天就这么几个动作哈，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你对人物的一种捕捉。酒不醉人人自醉呀。看一下你在2012年春晚的精彩表演。爱恨就在一瞬间，一杯杯情字甜，爱恨茫茫，问君何时来。真是美啊。就我有时候就是看着玉刚，我就挺纳闷儿，他在台下这么，阳刚的一个男人啊，在台上怎么就突然能够化身这么妩媚的一个女人？其实渐渐的自己了大了之后呢，对人物的理解也不一样了，然后多读书，
去揣摩人物的性格心理。你的眼神是怎么练出来的呀？我喜欢，我心目中女孩她的眼神什么样子会令我灵一动的，所以我就去找这样的一种一个劲儿，就是你表现出来的那一种。是，谢谢玉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能够听到你对我们的表演者的精彩点评。再次掌声欢迎李玉刚。谢谢大家，谢谢。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取得非常高的分数，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们，也喜欢街舞。但是有一个意见跟十位小兄弟说一下，刚才整个的表演稍微在炫技上多了一点，注重了整体的配合。我希望下次我再看到你们的时候，不仅炫技，而且你们整体配合的时候给它加强，因为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有一点我想占山为王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下次我肯定会下次还会在某个舞台上看到你们非常精彩的演出。所以呢，我不仅今天挺你们，任何时候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我都永远支持你们。我想上春晚。对了，接得很好。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嘉宾。我也很想你，亲爱的。做的三位评审呢，你觉得谁也是你的亲爱的？三个都是。上一期贝尔纳什也是以很高的票数获得了那期的人气王，对不对？对。我们看看我们的记者拍摄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一起来看一看。我叫贝尔纳，今年我五岁。Yeah, I'm my masterpiece, pretty baby. My sweet daddy, baby, so proud of me.
是很天真很可爱，他的表演欲非常的强，很具这个大牌明星的这种风范。是个非常有悟性的孩子，他对音乐的感觉像是与生俱来的。Enjoying this party. This party. Here we are. 我们把这唱一遍，然后你唱的时候注意这个 enjoy. Enjoying 好吗？ Here we are, enjoying this party. 他希望你教给他更多的知识，他希望把歌唱得非常好。That's the piano too, 'cause they are so I'm not doing anything.我要上春晚。你好可爱哦，我发现你每次在唱歌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是不是啊？是真的。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好，那今天跟哥哥带来的这首歌叫 Nossa。 好，来把掌声送给二位。写的一首歌，就是。我说呢，那调好像不是特别好唱的那个歌，听上去，我倒对你这个坦布尔很感兴趣，你能给我们弹一段你们的维族的这种比较优美的旋律吗？让我们听一听。Thank you.
掌声送给巴尔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孩子身上的一种天性，就他对音乐的那种喜爱，对表演的一种欲望，这可是谁都没排练过的。咱们你一听到音乐就会跳舞吗？啊，为什么？因为歌很好听，音乐很美，是不是？是。那你觉得自己跳起来的时候美不美？美。嗯，真美。李刚，那我的观点可能跟两位老师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无论是他刚开始的那一段表演，还有他后来的表演，都有他骨子里往外的那种童真的天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特别是其实他就活在音乐里，活在乐感里，活到舞蹈里。因为刚才当这个琴弹起来的时候，他是在你身后，突然之间我一看他就在你身后就开始起舞了，我感觉那种细胞在他身上无处不在。所以呢，两位老师说的也对，希望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非常好的一条路。但是我现在也感觉他一样非常非常的出色，一样那么的漂亮，而且一招一式那么打动人心，这就是这个小女孩给我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感觉。好，谢谢玉刚。Now the system starts to reboot. This is tricky. Tricky disco. This is tricky. Tricky disco. This is tricky. Tricky disco. This is tricky. This is Draco and Tasty. This was Goldtronic. System starts to reboot. 你能出来了吗？你过来呀！啊，很不容易。这几个都是你新做的道具吗？对，这两个都是我新做的。那这两个搭档也是你新找来的？这位是小绿，小蓝，这起名简单啊，小绿、小蓝。是我以前在一中联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跳拉丁舞的老师。哦，那位是我那个踢球的球队，业余球队里面的认识的一个球友。哦，你是因为上次我们的建议啊，说可以多一点这样的组合，对，所以你就请了两位朋友加盟。其实那个这是。小兰，其实，我后来他后来不来，我后来把他告诉他，我说你来了能见到董卿，然后他就来了，真是这样的。我就是为你而来的。那你早点从那里边出来呀！刚才我招呼你的时候，你也没搭理我呀。
没听见。你怎么会没听见？你在里边什么也听不见吗？听得见，但是太激动了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发现你这朋友啊，如果这个节目上不了可以上语言类啊，你去演个小品什么倒挺合适的，是不是马导啊？有表演的天分，有，而且随机能力很强。对，随机应变的能力。玉刚，小黑，两位老师说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因为呢，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这样的节目，我从来真的还没有看过，然后恨不得我也钻那个桶里去。又可不好钻了，你要试试看吗？那别试了，你都告诉我不好钻，不好钻。那看完这个节目我就挺开心的，创意类的，就感觉小蓝很幽默，小绿很漂亮，小粉很帅气，小红很睿智，小黑不咋地。哎，小黑，你要不真试一下，我们把那小蓝去把你那小的搬过来。哦，把那小的搬过来，让浴缸看能钻进去吗？别弄乱了我的发型啊！哎呦，对，别弄乱了西施的仪态啊！弯腰，你的腰在哪儿啊？这腰忒长啊，这简直是个水蛇腰。哦，哎哎，你去哪儿了？哇啊！哇塞啊！哎哎哎，你唱一句《贵妃醉酒》，我听听呗。举杯对。这太诡异了，这个。哇，玉刚，我不得不说你太有天分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造型在里面。哎，你的造型太出人意料了。真的吗？真的，你怎么就一下就躺下了呢？我认为肯定很好看。你认为你躺着比站着好看是吗？然后老师们都说他们要怎么怎么样，我想我这个是更有创意。创新，对对对，是的，我觉得你绝对比小兰有天分，真的。谢谢小兰。是不是小兰？你看他躺下，而且他那个他你的造型的确让我们意想不到，就是出形状了吗？刚才有吗？有的，有胳膊有腿。出形状啊？不是，我认为我进里面就瘫了，直接就瘫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形状。那就是一滩烂泥的形状呗。哎呀，太棒了！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李玉刚，谢谢谢谢玉刚。